再转念，菩安华，再转念，菩安华，击败佛算。讲好计划，听会晓听无？即摆佛算，毋是普通简单的佛算，即摆佛算，毋是阿安华老元阿里萨，阿里萨是阿明萨的徒弟啊，看有哪个徒弟啊？毋是安华老元阿里萨，是安华老元福建政府啊。对于国政政府落来不还当保护啊，你看啦，出事不了了。哈哈哈！阿未提名，我一百万不够金，怎啊好整？一斤二十万，无补算，无空头咯。你敢无？你看你敢无？会啊！我两三日几乎计后，帮助政府就黄政党、行动党、个何高党，我伫边疆成立一个新政府就，我讲这个政府甲国际的政府无相。我第一，我来证明这个政府是清气的政府。清洁政府是意思是无价如意的政府。好、哦！自我来在五十年前、五十年以来，国政政府讲，按发展就爱淡薄贪污啊，无贪污未使发展啊。我讲过，民进党要打破这个神话，要证明一个清洁的政府能够比一个贪污的政府表现得更好。一摆美国疫情，我有分美有飘的人民，人民呢，人家回来要求自己好。有一个老阿伯讲，我来马来同胞讲，哇！即个政府甲顶摆政府无相，顶摆政府写批写到半饼，菜都无菜。即个政府你拄好袂写，伊家己送来哦。因为我们要证明，政府是能够分钱给百姓的。我的政府票分，对象来说不是。政府的责任分钱给百姓，我们说为什么不能够分？新加坡分到乱了，年年分2500新币哦，泰国也是这样分哦，马来西亚不能够分啊。你们有去过泰国吗？有。有没有？有。我不干净啊！不干净啊！我去泰国无渣啦，哎，对吧？根本咧泰国朋友，政府有分类和人民哦。伊在那打有啊，你别讲我咧政府无分类，看了，啊你看咧政府来做什么？你个经理来做什么？你看，什么政府分类？看到我来政府分类，我讲失败，我能做政府，我来分几百块钱来给他。人家有十万的机构，每年都十万的机构，等于我们还开价5000万，有可能我们要分，要超过10万的家庭，有可能接近1000多万。可是我们要证明一个政府能够分钱，同样的最重要的，分钱的百姓是应政府应该做的。当人民面对困难的，政府应该帮人民，至少让人民知道，州政府没有忘记你们，州政府知道你们的痛苦，州政府体会你们所面对的经济承担。咱们就骂，明年骂小弟，骂做这个首席部长太贪腐，跟。国政说我们国政太糖果有什么两样？
你骂国政这样，你也是这样做。我说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说政府开糖果没有错，可是不能够五年一次派啊，要派就要常常派。当然在做新政府的时候，我们面对很多政策问题，发现到很多丑闻够力，那丑闻够力，那个土地五亿案在这边出现，那政府好像平分很多地，给一个人这点又一个，你们有拿到地吗？没有分过地吗？哇，可是其实跟这个很慷慨哦，很大方哦，一个人就给了这点又一个的土地哦。弄到来发现到给的土地不是政府的，是私人的，买乌龙给错，那被害，那个最终被诉，诉到哎呀，要赔到四千万，可是赔也不是他赔，还是新政府要赔，还不用问，还不认账，还不是一单才是一单，还有第二单呢、啊，嚯、哦，这用土地乱定价钱。政府股价是定两块一方尺，他定到十块，弄到我们亏大本，就亏多一个8400万，已经有1亿2400万。还有第三条，四年前人家买土地，买了土地过后没有能力还清，他解了价。要已经28天就被充公，充公了28天，他要求还回，州政府决定啊，不好了，一人一半了，感情不善了。他说：“你哪18天，我哪18天，哇，这样好命啊！为什么这样好命啊？因为那是对方啊，是嘎吉难啊，武统的嘎吉难啊，就是这样，就分，但是。”解他忘记这个地已经抵押，应该是还给银行才能够赎那块地回来，不知道直接还给这个公司，这公司就不要还给银行啊，你要赎回土地银行不要放，你又没有办法乖乖再拖赎18天还给银行赎回那块地回来，应该最少有赚到18天的押底金，因为住户不知道是刻意还是啊，不小心啊，那18天也没有赚到，最终根本没有赚，赚的就是那些公司。还有 BSC 卖土地给这个公司，卖了过后忘记收钱了、啊、还怪不死啊，我给你啊一修我可以2800万，卖给他2900万，他是分期交的。你知道，如果是你买土地，平常就买屋子3+1，3个月要交钱。如果是你3个月不能够交，给你多1个月，你不待1个月就要算利息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如果你买工业地的话，就给你6个月的时间还钱。但是呢，妻子跟的人很好哦，心很好哦，给他提酒，以他的时间还清，不是3个月，不是6个月，不是1年，6年哦。你买地可以给你等到6年才还清啦、啊。我没有听过，第一次看到，6年。资金给他还清，他也不能还完，最终每半年还到他忘记收，最后的900万没有收。过后还有，那个公司也收还有900万损失。我叫妻子跟解释，到现在还不能够出审啊。